四十八 take 七 ，Action！ 就是你们继续讲。就是因为你们明明已经变成大骗子，所以我才来这里拿钢琴。小杰是顺哥的徒弟，不是李明顺，而是尤安顺。你是无看车顶到我爱你，你哦，我咧讲你。等一下，赵啊 ，OK 啊，你还是要讲，导演说要你要讲。前面这样比较有趣，好，这场戏导演写了三天了。石头不见了，糟糕了！琼哥要请假，琼哥要请假。白痴，可以拍，没事，不准拍桌子。小孩子拍什么桌子？你站起来就好，你偏心就好了。你偏心，你只顾你的朋友，都不顾我的朋友。你们被骗活该呀！你没轮得紧顾啊！只是这样哎，我讲真的，那场戏出去之后，全台湾会爱你的，差不多。还点头，果然是阿奇儿。加油加油，慢慢走慢慢走。慢慢坐下哦，小心坐哦，慢慢坐慢慢坐。面起来，开始站在上面的感觉。你到底要找时间？天外天晴天出，我注意点啦。唔知为啥，你注意到我拢无电咧？我注意啦。阿天公要丢啊！阿天公要丢啊！阿天公要丢了！阿天公要丢啊！导演。拿他正面吗？来来来。就是一个礼拜吃最多饭的一天。隆重是普隆宫，大概就这样。这么轻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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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后来说，因为是前传，所以我们可能还没有出生，所以我有点 sad。然后之后又说我们结婚了，所以又再回来了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希望大家一起支持《做工的人》电影版，耶！恭喜大家！下次可以做东西简单一点，拜托。我怕了，可以吗？我怕了。全台湾最红的主持人。